Hello，大家好，是小爱。我妈妈呢，就最近不太舒服嘛，都在睡觉，所以我们给你拍视频。窗帘拉上，拉上，拉上，开我的灯灯，这就是我的书桌啦。感觉有点乱，摆放的东西太多了。别人书桌上面都是放书，我上面全放了些东西。再给你们看看我私藏已久的。也不叫私藏吧，我爸爸都妈妈都知道，以前拍过视频的盲盒，没有看过的小伙伴可以在这里看一下。这个是商家随机给我们搞的，随机装的。这个娃娃特别漂亮哈，它好像美少女战士里面的呀，代表月亮消灭你。它的头发非常好看，衣服也好看，文质彬彬的淑女。再看这个，这个我记得是一个小娃娃，哎呦，紫色的，哦，蓝色的，看它是不是很可爱？特别像你休假的时候，对吧？在家里宅家看电视，进去吧你，主角上场，都散开一边去，看看它。我当初最想要这个，还有。这个隐藏款也好看，但是嘞，抽到了个它，看看啊。看过我视频的老粉丝应该都知道我抽到的是啥，对吧？哟，一个黑色的小底座，它主角，它应该很有钱。你看头盔都是金色的，衣服还是金色的。我最近都感冒了，我们老师上课。一般平时上课就只听见老师在上面讲课，我们现在呢全班差不多都几乎一半都感冒了，一边听老师讲课还一边在那听同学们咳嗽声啊，轰鼻子的声音啊，然后打喷嚏的声音啊，美妙极了这音乐。这一层里面呢就装的几乎都是我以前自己制作的小玩意儿，看哈，这些是我以前做的抽纸盒，不过里面没有装纸了。然后这里面是做以前做的盲袋，就是把东西装进去，用彩色的纸给它包一下吧。我们来拆一个看看，好吧？我以前做的就比较简陋，在疫情期间我实在是太无聊了。这声音特别的治愈，对吗？一个小胡萝卜的皮筋。这纸是星空纸，给它扔掉吧。再给你们拆一个吧，我现在拆上一个，它了，不知道是啥。look 一下吧，以后还会多做这些盲袋，因为我的卡纸特别多，多做几个，以后自己拆着玩，心里也舒服。这个就是小手画啦。特别好看，你们知道这怎么戴吗？这不是有这个吗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掰开，揭起你的真面目，然后就这样靠在手上，特别像警察抓犯人那种。看，扔掉，再拆一个，再拆一个。它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星空纸。哟，没关上，强迫症。看这个。拆开看一下，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我以前装东西几乎都是装了些首饰什么的。这个是一个别在头发上的爱心的珍珠爱心发卡，好看。算了吧，今天都给你们拆了，抓几个是几个，就只拆这几个了啊！我那里面都没有了，哈哈哈哈！先拆紫紫的。嚯嚯，这真的很治愈，以后多做几个自己拆着玩吧。哦，这个是那个链子，就是锁骨链那种，给它绑在了上面的，等会儿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呢不知道是什么，开看一下。我真的特别喜欢把我以前的东西给它那个放在这里面。咦，哟，这个是个小钥匙，也很好看。让我打开你的心房，咔嚓！再看这个蓝色的吧，嚯嚯，
咦，飞了。哦，是这个，这个小卡子，好看嘞。最后一个，火，哈，拆开看，哎呦，这又是一个，这个是绿色的，不过拍不出来那个效果，这真的是绿色的，在这上面看有点像蓝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突然爱上了拆东西了，再给你们拆开，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们拆一下啊！应该就只有这些了，以后我再做。暴力拆开，钱，money，再来。OK，你看，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小手环，OK 吗？这个是我以前买的，自己在学校门口买的，拆一个黄色，黄色里面装的是一个胸针，再拆一个红色吧。这里面这个东西也好看哎，不知道它是啥，应该可以挂在项链上面的吧，怪好看的。再来拆一个紫色，这个是一个小皮筋，好看。这个是什么？拆一下。咦，拆不开了，治不了你。这也是一个，我以前都是小阿姨给我的。好看，还有弹力。这个是绿色，也是没有弹力的啊，这个也没有弹力，就只有这些啦。戴一下，怎么这么像狗链啊？我竟然把它给搞下来了！不行，我今天戴不上，我就不叫小爱了。掉。来连接，我脖子是不是太粗了？有点粗。终于戴上了，真开心！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怪好看的哎，你们呢？我觉得好看，最喜欢这两个黑色的，这个有松紧的还比较好，有松紧的就不勒那么勒脖子了。刚表扬你一下，这个也太不争气了。真想哭，舅舅，哦，弹到我了，好疼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戴上的，我戴上它经历了好长时间，起码有5分钟了吧。那个绿色的我是戴的太大了，就没给你们看。我这样戴着应该也还可以吧？这个戴着是不是有点傻呀？是不是特别的 nice？所以呢，今天视频就在这里结束了。小伙伴们入秋之后呢，也得多多保暖哈，还是会有点凉快的，不要和我一样感冒了，感冒真的特别不舒服，记得保暖哦。